Hello，今天吃几款爆浆团子，原味的。覆盆子口味的。咖啡口味的，它咖啡味好浓郁。喝的是调理身体补气血的，详情请看我的资料介绍，里面有的哟。这款是我最爱的芝麻味，最期待的。抹茶的，你们今天先吃到这，拜拜。